有啲肥啊，可能唔識傾偈喎。之後我就展露我嘅健談能力啦。我點解咁自信啦？其實我係有 baby face 喎，點會冇市場呢 ？OK， 咁佢見呢個策略唔掂咧，就開始讚我，哇，你都幾靚仔喎，讚我個飄飄然。咁我就心思就開始冇再思考呢件事到底係真定假啦。坐在我太寂寞，自然夢中有錯。隨時愛上你知什麼？原來沒有，從來都沒有前面邂逅，完全虛構。到了這一刻，我終於望通透，愛情真係冇嚟過。OK， 我就同你講啦，我都俾多次我有一次機會佢，我同你講，我俾多60,000蚊你。我連飯都開唔到，你唔好話約會俾禮金，我點樣去交呢？即係我傻到第一次約會，我星期五收工，夜晚喺天水圍收工，就坐的士飛去上環買個同期排半個鐘，然後佢第二日見佢，然後同我講話，我淨係可以見佢半個鐘，我真係 O 嘴咯。